这一款是普惠型的牛奶杀菌机，这个还没做好，我简单跟你们说一下过程。这个位置呢是控制面板啊，这边是这个位置是接电加热管的，这个位置呢是溢流口，里头这个位置是水泵，这个呢是接线排，就是不管是380的还是220的啊，上面会有电源几个字，直接在这个位置接接线排就可以的。这边就是管道了，这个位置啊接液位计，这个呢是进水口。普惠型的牛奶杀菌机要想着它的阀门正好是相反的，也就是说小把手它有小箭头的哈，比如说小把手冲着哪儿呢，水不往哪儿走，而是往相反的方向走的。这个呢是出水口，第一步我们要是先加热水箱里的水呢，先把这个阀门打到冲上的位置，也就是说这个有一个红色的小箭头冲着下就可以了，这个阀门呢先关掉。那么现在我们要是接上自来水的话，它就会从这个位置进去，从这儿进到水箱里。那如果要是先加进完水箱之后呢，就点上加热的按钮，等它水箱的水加热到95度或者是80-90度的时候呢，那么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阀门一直就是关掉就可以了，然后把这个阀门掰到这个位置来。那我们要是掰到这个位置上的话，它水就是进不去了，那上下就是通着的了。通着之后呢，打开水泵，它会利用水泵这个推送力，就把水一点点打上来，打到奶罐里。有一个推送力，上面如果满的话，就从这个位置一点点又回到水箱里了。回到水箱之后，就来回循环成一个方向，那么就来给慢慢的给奶要升温啊，杀菌什么的。那如果要是杀菌完，我们如果要降温怎么办呢？降温先打开排水阀，把里头的热水都放掉之后，把这个阀门掰到这个位置。那现在的自来水的方向就是只能从这儿走，就是走，从这儿打到奶罐里。那自来水本来就是有压力的，它从这儿进去之后，如果灌满水罐之后，从这儿会出来的，从这儿出来还是回到水箱，那么从这儿就直接流出来，是不断的给奶罐降温的，就这么一个过程。